讲真话的好立委，林淑芬委员，啊，搁现场支持小英总统，支持淑芬的罗州的乡亲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今仔日非常欢喜，会当来到这参加咱蔡英文总统、林淑芬立委联合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，看到现场满满，拢是咱的乡亲代表，我内心真正的感动。大家哦，对蔡总统含对咱淑芬立委拢有满满的支持，啊，代表咱大家对2020这个选举都非常有信心，对台湾的未来非常有信心，大家讲对不对？2020的选举非常重要，全世界拢在看，台湾人民到底是要继续走咱的自由民主的路，还是讲要成为着讲向专制集权屈服的一个国家？所以讲，咱上重要，2020嘛是爱予全世界看，台湾是一个自由、民主、公正、法律国家，大家讲对不对？2020台湾要赢，不是讲干那民进党要赢这么简单，同重要的就是台湾的主权要爱赢，台湾的自由民主爱赢，大家讲对不对？我相信大家拢知影。香港选举的结果，予全世界的人拢知影讲，香港人民是为着追求自由、追求民主，予全世界的人拢感觉真佩服。我最近有一挂香港的朋友甲我讲，香港已经赢，即马就爱看恁台湾，咱来予全世界讲，台湾的主权咱来守护，台湾的自由民主爱守护，大家讲对不对？2020要赢。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蔡总统在我们过去的四年在淑芬委员的支持，在立法院的支持之下，我们已经把台湾走在一个更美好更正确的道路，所以说我们台湾话说得很好，说如果大厝起一半，我们师傅绝对不同话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我们的经济已经越来越好，已经是亚洲四小龙的第一名，但是政府经济好，让咱的企业家有赚钱，但是很重要的，像咱淑芬委员足关心的这个劳工的朋友，咱嘛爱照顾伊的生活，加伊加薪，加伊减税，大家讲好唔好？淑芬委员的努力之下，咱来要求咱的已经要求咱的政府，咱劳工每个月的工资已经为2万块。一粒标线标线到23,800块，增加20%。啊，咱这个打工的年轻族，每点钟的这个时薪，嘛为120块，增加到180块，增加30%。哦，所以158块，增加30%，这拢是咱淑芬委员在立法院要求政府，希望政府来做。伊是最关心咱劳工，最关心劳工的薪水来增加的。咱来予伊搁连任，继续替咱讲话，替咱拍拼，好唔好？啊，除去讲，予咱的劳工的薪水会当增加以外，嘛爱减税呢吼，啊，予大家的迄个薪水会当提起来照顾咱的家庭。所以讲，政府嘛调整咱收的税，这个扣除额已经增加到提升到10万2千块，